公司上市有什么好处？上市公司是指公开发行的股票经过相关机构授权，再由证券管理部门批准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。那么公司上市之后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有吸金作用，上市可以发行债券进行多元融资，获得资金后就可以扩大经营，降低人力资本。上市公司可以使用股票或者期权吸引并留住有才干者，提高其忠诚度，并避免成为他日的竞争者。广告效应，企业上市后就会成为一家公众企业，扩大了公司的知名度。信用建立效应，增加公司透明度，有利银行进行信贷额度的批出。长治久安，企业上市融资速度快，使企业快速健康发展，才能够做强做大。